east to the townspeople of Capoli and Colia. 向卡帕里和科里亚的村民宣讲有关和平的法。伊恩注：中间那条河叫罗西尼，同时灌溉河岸两边的田地。这二族村民为了河水几乎要起流血冲突的时候，佛陀制止了他们。佛陀后来轮流在两个村子驻留，各有不少民众皈依。040 Wealthy man and his people come to challenge doctrines. 一个富人带着他的人马来质疑教义。041 Favorable Pindala obtaining the sandalwood arms bowl of the wealthy man of Rajagaha. 宾杜拉尊者用神通取得王舍城一个富豪的沉香木钵盂。伊恩注：那个富人设置了一个活动，把一个沉香木钵盂放在一个高杆之上，挑战任何当时的修行者，看谁有能力把它拿下来。宾杜拉尊者在木建连尊者的推让下，用神通浮空上去把它取了下来，佛陀则被他滥用神通。那个沉香木钵盂后来被交给僧团研磨成沉香木粉膏。分二110F DHA 3201FF J 4263 042 Brahman Magandhi and wife offering their daughter to the Buddha. 婆罗门马甘迪夫妇想把他们的女儿许配给佛陀。043 Queen Magandhi ordering the drunkards to hurl vituperations at the Buddha. 马甘迪王后命令一群醉汉去辱骂佛陀。伊恩注：这位马甘迪小姐据说非常漂亮，无数贵族富人追求都不放在眼里。她的父母本来想把她许配给佛陀，佛陀为他们说法之后，他的父母证悟阿那含果，并且随佛陀出家不久后证悟阿拉含果。但是佛陀的拒绝让这位马甘迪小姐深感耻辱，后来她成了高沙比国王的第三个王后，一直找机会报复佛陀和他的信众。044 The female wandering ascetics in Kamanaka accusing the Buddha. 女游方行者辛卡玛纳卡诽谤佛陀。伊恩注：一个外道团体因为佛陀削弱了他们的供养，所以让这位女子来毁坏佛陀的名声。这位女子故意让别人看到她晚上往寺院的方向走，早上从寺院的方向回来，然后几个月后用木头绑在肚子上装作怀孕的样子，在佛陀对大众说法的时候跑去指责佛陀不负责任。后来第四天让一头耗子咬断了她绑木头的绳子，让她露馅。据说他被赶出寺院门的时候就堕入的狱。这女子前世也曾经对菩萨做过类似的事。 DHA 3178F J 4187F 169 045 Heretics parading town with he body of the female wandering ascetic Sampari and hurling accusations at the Buddha. 游方沙门抬着一个女游方沙门孙陀利的尸体在村子里游行，散布对佛陀的谣言。伊恩注：他们先让这位女外道被人看到经常出入寺院，然后把她谋害之后对众人说这是僧团对他行了浴血刑之后又杀了他。
佛陀让比库在被辱骂的时候回答，说谎之人堕的狱，说此恶是非我为者亦然，二者命终于来世，将如恶徒痛下场，并预言这谣言最多持续七日。后来果然谣言七日平息。 UD 4:8 046 Bodhi Prince inviting the Buddha to his abode across a walkway of white cloth. 菩提王子用白色薄布铺的，邀请佛陀前往他的住所。EN 注：菩提王子用白薄布铺的邀请佛陀进他的宫殿应供，三次请佛陀踏上薄布而入，佛陀都静默不动。阿难达尊者于是告诉王子，如来不踏薄布之道，让他撤去薄布，如图的手势。王子供养后，问佛陀要多久才能证道，佛陀回答，只要具备五种精勤，有信，不病，不奸诈，有情，有慧，就可能在七年之内实现。047 The Conversion of the Ogre Alavaka 度化旷野夜叉阿拉瓦卡。EN 注：世尊当时在旷野中这名夜叉的住处里，这名夜叉刚开始企图直接用暴力驱逐世尊，但是发现用最强大的法宝都无法伤害世尊，于是他问世尊如何才能解脱痛苦，什么样才是最好的生活，什么是最好的宝物，如何才能在死亡的时候不忧愁等等问题，世尊为他说法，他皈依为优婆塞。小布萨特尼普特 1.10 048 The Buddha being reproved by the teacher but lauded by the pupil. 外道师降旨斋佛陀，学子却赞叹佛陀。049 The Conversion of the Bandit Angulimala 度化盎古利马拉，杀人大盗。EN 注：这个名字直译是用手指串成的项环，当时佛陀使用了一种空间能力，让对方无论如何也追不上自己，于是盎古利马拉大喊让佛陀停下，佛陀回答，我已经停下了，现在是你该停下，指对方所行的业。盎古利马拉本来也是高等种姓出身，教育良好，但是受外道影响，认为要杀满1000个人，用牺牲者的指头串成项环，这样可以升天。当时他已经杀了999人，造成当的巨大的恐慌，国王都派军队来抓他，他再也找不到其他人杀，即将对他自己母亲，可能是土里远方那位下手的时候，佛陀及时出现度化了他，后来他成功证悟阿拉罕果。050 On being queried the death of one's father, the Buddha breaks a pot of butter and an earthen pot and delivers a sermon.当被询问有关一民众之父死后归宿的问题时，佛陀打破一个黄油罐和一个陶土罐，借此来进行说法。051 The citizens preventing King Pakusati from going to the Buddha. 民众想阻止普库萨提国王去找佛陀。EN 注：这图可能反映的是佛音尊者对这事的注释版本。当时普库萨提国王是和宾比萨拉国王同时代的一个国王，塔卡西拉国，两国国王通过商旅往来而交情日深，虽然从未谋面，
普库萨提国王有一次送了极其昂贵的礼物给宾比萨拉王，宾比萨拉王感到实在没有能对等的东西回赠，于是他把佛陀的教法铭刻在黄金碟片上送给普库萨提王。普库萨提王读了之后，顿时失去对王位的兴趣，自行落发，步行192由寻去王舍城找佛陀，途里可能是他的民众在试图挽留他。佛陀当时在沙瓦提城，不在王舍城，他用天眼知道这事后，就主动步行去找普库萨提，并为他说法。普库萨提后来被一头疯牛顶死，此时已经是阿那含圣者。MA 2979FF 052 Echo Superad Fahari Proving the Buddha 阿库萨巴拉多亚质疑佛陀。伊恩著，这位婆罗门有个兄弟因为其妻子崇敬佛陀而心生不满，跑去和佛陀辩论，问佛陀沙什么可以得安稳和无忧。佛陀回答沙嗔恨可以得安稳无忧。他的兄弟因此敬服皈依，出家为僧。这位阿库萨巴拉多亚婆罗门因而感到非常愤怒，就跑去辱骂佛陀，也被佛陀劝服皈依。他的二个弟弟因为兄长出家，也愤怒地跑来辱骂佛陀，同样为佛陀所折服皈依出家。这四兄弟后来都证得阿拉罕果。僧团后来在议论这件奇妙的事情时，佛陀告诉他们，因为佛陀具有忍辱之力，所以在罪恶之群里无有罪恶，能以真谛作为众人的皈依。 DHAV 399 053 RJ Jitara and the Queen Samaverti 买花侍女库竹达拉和王后沙玛瓦提。伊恩著，库竹达拉是负责给当时高沙比国王的王后沙玛瓦提买花的侍女，她总是拿了8个金币却只买4个金币的花，贪污掉一半。后来遇到佛陀说法，当场证悟出果，第一件事就是买足8个金币的花，然后坦白自己之前的错误。图中描绘的应该就是这一幕。王后沙玛瓦提为此触动，让他每天去听佛陀说法，回来给自己复述。库竹达拉复述的经文收集为现在的如是语经，而沙玛瓦提王后就是后来著名的修慈心第一的女弟子。慈心之力强到国王因误解而射向他的毒箭都被反弹回去，国王也因这件奇事而皈依佛陀。054 Stepmother go to my requesting establishment of the Bhikkhuni order and being ordained a Bhikkhuni。佛陀的姨母狗达米请求成立比库尼僧团，并受戒成为一名比库尼。伊恩著，左上图是阿难达尊者带他求佛陀允许女众出家。佛陀考虑到女众出家会影响正法在这世界驻留的时间，而连续拒绝了3次。阿难达尊者提及狗达弥对佛陀早年的养育之恩而再三请求，佛陀终答应，但为比库尼设了8禁法，以尽量削弱此事的负面影响。右下图是狗达弥受戒的情形，他并不以一般比库尼受具戒的方式来出家，而只是答应接受8禁法。后来有比库尼质疑他的受戒方式，佛陀说他能接受8禁法，
就是受具戒。055 Delivering a sermon to the Queen Kimma， 向科马王后说法。伊恩注：科马王后是佛陀女弟子中的二位上首之一，称为智慧第一，相当于男弟子中舍利弗尊者的地位。途中应该是他第一次听佛说法的情形。科马王后之前非常为自己的美丽而自负，佛陀知道她的心念，所以用神通变出一位比她美得多的女子在身后摇扇。科马深感不如的时候，佛陀让她看到这位女子迅速从年轻貌美变到中年，再到老年、衰朽、死亡。图里右边三位女子应该是表示一个时间次第过程，科马王后因此受到极大的触动，佛陀趁机向她说法。她在第一段说法结束的时候证得出果，第二段说法结束的时候直接证到阿拉罕果，并且随后出家成为比库尼。他这样迅速的证果，是因为宿世以来已经累积了极强的波罗蜜。91节前他就曾经是当时的维巴西佛的弟子，这一节前三位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他也曾经服务过僧团，他过去世也曾经做过菩萨的妻子。那一世菩萨和他两人修持随念的境界都很高。056 Pass Akari in the presence of the Buddha， 帕达卡利来到佛陀面前。伊恩注：这位帕达卡利是沙瓦提城一位大富商的女儿，年轻的时候和家里一位男仆私奔生子，在他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遇到一场暴风雨，他丈夫在砍树给他搭棚子的时候被毒蛇咬死。第二天他带孩子们渡河的时候，刚生下来的孩子被老鹰叼走，第一个孩子则被河水冲走。他悲痛地回到娘家沙瓦提城里，又得知他父母一家也在那场暴风雨里被倒塌的房子全部压死。短期内连续的巨大打击让他顿时疯掉，扯碎了自己的衣裳到处哭喊。当时佛陀正在萨瓦提城给孤独园里说法，他让众人不要阻拦帕达卡利，让他跑到自己面前来，然后一句话就让他恢复了神智，并且告诉他，多生以来你因为失去亲人而流过的泪水比四大洋的海水还多，所以亲人子女都不会是人生的依赖，你为何还在放逸 ？DHP Komi 2B268BL2B255。帕达卡利当场证悟出果，后来出家精进，在一次休息前用真波灭油灯的瞬间证悟阿拉罕果。他是女弟子里持律第一，相当于男弟子里五巴黎尊者的地位。057 Kisagatam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Buddha， 吉沙狗达弥来到佛陀面前。伊恩注：吉沙狗达弥婚前贫穷，男的一位富人看上了他，和他成婚，但是他一直得不到夫家的认同，直到他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夫家终于因此接纳了他，故他非常重视这个儿子。这个儿子不幸因病去世的时候，吉沙狗达弥感到无法接受，一直执着的要向人们讨要想复活儿子。最后他去请求佛陀，佛陀说只要他能拿到，
没有死过人的家庭所拥有的一点芥菜籽，就可以用它治好儿子。急杀狗达米跑遍全城也找不到这样的家庭，最后他终于领悟到佛陀想要他知道的道理。回到佛陀那里，佛陀问他找到芥菜籽了吗？他回答，芥菜籽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请允我出家受戒。佛陀于是对他说法，让他证悟了出果。即沙狗达弥后来出家精进，证悟了阿拉罕果。058 Befriending the Farmer 教助跟者。伊恩注，这里没有提到名字，所以个人从画面推测是佛陀成道第十一年的时候，在王舍城南山托钵时发生的事情。当时跟者波罗多波瑟在组织大规模的跟离作业，世尊前往托钵的时候，他们正在田间用餐，于是他们对世尊说，我们要这么辛勤耕犁才能得到东西吃，你也应该这样劳动才能得到收获。世尊用计回答说，我也在耕犁播种，土里的姿势，智慧就是我的轭和犁，正念是我的锄头和鞭，这样的耕耘，圣地就是我的收成，不死的甘露会是成果。跟者波罗多波瑟因而折服，用铜钵盛粥要供养世尊，但世尊因为这次供养是先送祭才得到，所以依诸佛惯例不能接受这样的供养，并预言这粥已经变得有毒。他让对方把这粥倒在无生物的水里，入水的时候出现这粥有毒的迹象，跟者波罗多波瑟因而感到恐惧，皈依世尊而出家，后来证得阿拉罕果。 SN 1:4 S 7:11 059 Meeting the Sanitation Worker Sunita 路遇清扫工苏尼塔。伊恩注，苏尼塔是王舍城一个石花叶家族的成员，他当时正在从事极其困苦和低贱的街道清扫工作。佛陀观到他有成就阿拉罕的潜质，于是在一个清晨他正在扫地的时候特地前去见他。他看到佛陀的时候敬畏的无的自容。佛陀问他要不要出家成为一名比库，他狂喜地答应了。佛陀带他回到寺院，给了他一个禅修的夜处，他依此证悟了阿拉罕果，从此许许多多的人和神都来敬拜他。他此生的低贱是因为过去是曾经对一位辟支佛说过不敬的话。 Mag VSS 620年3月1 Mag AI 540F 060 The Samanara Sopaka being abandoned in the cemetery with a corpse. 沙马内拉苏帕卡和一具尸体一起被丢弃在墓地里。伊恩注，苏帕卡在巴利文里是贱民的意思，因为他是一名墓地工作者的儿子，古印度一般从事这类不敬行业的都是低等种姓。他出生四个月的时候，父亲就突然去世了，他被叔叔收养。在他七岁大的时候，因为和叔叔的孩子争吵，所以他叔叔把他和一具尸体捆在一起丢在墓地里，想让柴狗把他们一起吃掉。午夜柴狗群出现，他吓得大哭。佛陀观到他有成就阿拉罕果的潜质，于是设法营救了他。土里似乎是派遣一对比库去救他，另外各记载是直接对他放了一道光，
让他得到力量，自己挣脱了绑缚，然后来到佛陀的住所。那时他正得了出果，他妈妈后来去找他，找不到，就去问佛陀。佛陀先把苏帕卡隐身在一边，然后对他妈妈说法，他妈妈因此证得出果，而苏帕卡同时证得阿拉罕果。苏帕卡的前一世是一位精通吠陀的婆罗门，也是生活在这个时代。就在不久前，当时佛陀预见到他很快就要过世，所以前去见他。苏帕卡的前世向佛陀撒花为作表示尊敬，佛陀对他说法之后从空中离开。他过世之后就转身为这一生七岁正果的苏帕卡。 Lag vs 480年6月 Lag AI 477F API 64F KHPA 76DHA 4176F 061 Venerable on the receiving offering of water from the maiden of locust. 阿难达尊者向一位低等种姓的女子托钵要水。伊恩注：这图可能反映的是北传经典里记载的摩登伽女的故事。南传经典里个人暂时未读到类似记录。这位女子据说名叫波吉蒂，阿难达尊者当时不在乎对方种姓卑微，依然向她托钵。她被阿难的风采迷住，用了各种方法想要诱惑她，包括让她的外道母亲使用幻术迷惑阿难达尊者。佛陀后来告诉他，阿难达是位修行者，他也必须出家修行才能和他般配。他修行之后觉悟到自己的愚痴，主动放弃了之前的想法。062 The unwholesome chemic result, Vipaka, of Venerable Kandadena 坎达多纳尊者不善宿业的果报。伊恩注：坎达多纳尊者前世曾经是一位的居天，当时他看到有两位比库亲密无间，所以想试探他们的友谊。于是当其中一位比库暂时离开另一位比库进到一处林子里去的时候，他变成一位女子，衣冠不整地从那个林子里出来，让另一位比库误认为他那位朋友戒行不净。这一不善业的果报让坎达多纳尊者此生出家托钵的时候，总会让别人看到他身后有一名女子像他女友一样在跟着他。如图所示，他其实只是一个幻影，而他自己却什么也看不到。这个现象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非议和烦恼。图右边的几个人就在纷纷议论。后来高沙喇国的国王巴谢那的听说之后，亲自前来测试，证实那女子只是一种业报造成的幻影。于是他发心供养坎达多纳尊者，让他不必再承受外出托钵带来的麻烦。坎达多纳尊者也因此得以专注精进，证悟了阿拉罕果。从那之后，那个女子的幻影就不再出现了。 AAI 146FF Lag AI 62FF Also API 81F Lag 15063 The Buddha and the old Brahmin who was searching for his lost cattle. 佛陀和一位正在寻找丢失牛只的老婆罗门。伊恩注：这可能是出自北传《咸鱼经》非南传同名经的典故。这位老婆罗门家境贫寒，终日受恶妻辱骂，
所生的七个女儿嫁出去后又不断回家讨这讨那，增加负担。印度人嫁女儿要支付沉重的嫁妆，否则女儿在夫家没地位。他那日借了头牛耕地，又不慎丢失，所以深感自己怎么如此不幸。找牛的时候看到佛陀平静地坐在树下，觉得佛陀才是最快乐的人。佛陀读到他的心念，就邀请他出家，并且为他说法。他当场证悟了阿拉罕果。这位老婆罗门过去生也受过佛陀的恩典。当时佛陀是一个国王，他是一个因为无心之失而连续闯祸的倒霉人，佛陀的前世则帮他一一排解。064 Venerable Angulamala being chastised by the townspeople， 盎古利马喇尊者被村民责打。伊恩著，盎古利马喇尊者被佛陀度化出家之后，始终坚持四种被允许的苦行：树下住、穿粪扫衣、紧持三衣、托钵乞食。尤其是坚持亲自托钵乞食这一点，对于一个恶名昭彰，甚至需要一名国王带着大批军队来围剿的前杀人魔王而言，是非常艰苦难得的。他因为从前的罪行很难讨到东西吃，但是依然坚持。图里反映的应该就是他经常遇到的一幕，被认得他的人责骂追打。有一次他在沙瓦提城被打得头破血流，佛陀告诉他，让你承受现在这痛苦的业，本来会让你在地狱里被折磨无数年。065 The offering of alms by the wife of the general Malika， 玛丽卡将军的妻子供养波什。伊恩著，英文可能有误，图里可能是高沙喇国王巴谢纳德的玛丽卡王后。她原来只是个制作花环的平民女子，因为不施佛陀而当身得到成为王后的机缘，后来成为僧团的著名施主之一。我个人暂时没有读到有玛丽卡将军这样的人物，待查。066英文原文空缺。067 Heretics parading town wi， 沙门在村子里游行。伊恩著，这个英文疑似和第045重复，也和图中内容不符。从图的内容推测，可能是反映当时一位富家公子出家后，他的父母因为后继无人，怕财产被充公，所以要求他和前妻生育一个后代做继承人。那时候佛陀还没有正式制定有关欲邪行的波罗夷戒，这位比库就应父母要求和前妻如此行事，而遭到众人非议。佛陀从此制定了相关的戒律。068英文原文空缺。069英文原文空缺。070 The Buddha and the wandering ascetic Bodhidharma to Korea， 佛陀和游方沙门巴西亚达图卡瑞亚。伊恩著，巴西亚原来是一名商人，出海经商七次都平安，第八次遇到海难，他趴在一块木头上漂流到苏帕拉卡这个地方，身上衣服全部烂光了，于是他用树皮做了一件外套，如图那样。在当的乞食，这种打扮和举止让当的人把他当成了一名修行者，而给予了极大的尊敬。他也逐渐因此误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阿拉罕了，
一位天神因为有一事和他是同犯行者，所以建议他去找佛陀，以便得到真正的利益。在那位天神的帮助下，他一夜之间就来到当时佛陀所在的沙瓦提城。见到佛陀的时候，他情绪太过激动地请求佛陀为他说法。佛陀为了让他平静下来，就说：这是托钵的时间，不是说法的时间。拒绝了他二次，巴西亚平静下来，回答说：人生太过无常，不知道何时就会死，所以坚持让佛陀立刻教他。佛陀知道他的命运，于是当场对他说法，他即刻证悟阿拉罕果。佛陀认他是从听法到证果速度最快的人之一。在佛陀离开之后，他就被一头怀孕的母牛顶死。他和上面第051图的普库萨提国王一样，前世都是迦叶佛教法时期的人。当时有七个修行者到山上去，决意不正道就死也不下来。其中一位证悟阿拉罕果，一位证悟阿那含果，转身犯天界，就是上面提到那位天神。其他五位都饿死了，其中二位就转身为巴西亚和普库萨提国王，他们都是被同一头牛顶死。这是他们从前一起做过的一个恶业的果报。因为巴西亚在过去世中从未布施过衣钵给比库，导致他今生的福报不足以支撑到获得衣钵，而从佛陀受戒出家。所以佛陀虽然知道他已证阿拉罕果，最后却并没有对他说出那句著名的善来，比库。不过佛陀依然让其他比库为他造塔供养。 AI 24 UDI 10 UDA 77 FF AAI 156 FF DHA 2209 FF AP 2475 FF 071 The Buddha teaching a mantra to the old Brahmai who had been banished by his children. 佛陀教了一首偈子给一位被自己孩子赶出家门的老婆罗门。伊恩著南传法句经典故中有此事的记载，这位老婆罗门辛苦养育了四个孩子，每个孩子他都帮他们成家立业，后来他老了，所有孩子却都彼此推脱赡养责任，他最终被逐出家门。佛陀教他一首偈，让他等孩子们都在众人中时当众背诵。这首偈主要是提到辛苦养大自己的孩子，结果还不如手中手杖，起码可以引路驱狗。众人听后纷纷谴责，孩子们也深感惭愧，于是就接父亲回家供养。那位老婆罗门感恩世尊帮他，将世尊请到家里供养。世尊对他说法，让他证悟了出果。后来他随世尊出家，证悟阿拉罕果。藏传《百叶经》藏版最初译自唐朝汉版，中也有类似记载，但是孩子的数目即为七个。072 The Buddha nursing the sick bhikkhu， 佛陀亲自照护生病的比库。ian 注：当时有位比库得了痢疾，躺在自己的屎尿里无人照看，因为他被认为是对僧团没有贡献的，而且估计味道也太重。如途远处有位比库就眼鼻，世尊让阿难达尊者取水来，并亲自为这名病比库清洗。之后他即和僧团说：你们出家再无父母，如果不相互看护，
谁会来看护？对于病者，应如同看护佛陀一样看护他，并且为此制定了一条戒律：比库有病者，如果僧团无故不安排看护，犯恶作。分 MV 8.26 分 A 5:123:24。073 King Bimbisara in the prison cell. 宾比萨拉国王在牢房里。EN 注：英文原文是如此，但是很可能不对，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描绘宾比萨拉国王在牢房里被割足的图，更吻合经典里的记载，但相貌和这个完全不一样。同一个画家不太可能画出二个头发、胡子、颜色、外观都完全不同的宾比萨拉国王。个人根据图中内容推测，可能是法巨经344记的记录。当时摩诃迦叶尊者有个弟子已经出家并证得第四禅那，但是因为对一个金匠亲戚家里的东西起了贪着，又还俗了，后来在俗世沦为小偷并被逮捕，即将被处决之前，他遵照摩诃迦叶尊者的指示，收摄心念，专注所愿，并且进入了禅那。执行者被他入定时的姿态所触动，于是向国王报告，国王也下令释放了他。佛陀知道之后说，他以前既脱离了系缚，却又回头重新惹上所有的系缚，后来他又重新回到僧团精进修行，证悟阿拉罕果。074 The slave woman reproaching the heretic for bathing in the river Ganges at dawn. 身为奴隶的女子则被一名沙门于黎明时分在恒河里洗澡。075英文原文空缺。076 Monastery donor Visakha and her father-in-law.大讲堂的施主维沙卡和他的公公。EN 注：这位维沙卡女士号称是布施第一的女弟子，说她是大讲堂的施主，是因为著名的鹿母讲堂就是她新建布施的。有一次她去寺院里听法，把一个珍贵的首饰遗失在寺院里，他把这是为一个做布施的提示，决定卖掉这个首饰换成如法资具布施给僧团，但是没人能买得起，于是他自己掏钱回购，然后用这笔资金新建了鹿母讲堂，布施给僧团。分4:161，可能是因为居住条件太好，有些比库住在这里的时候变得比较放逸，汲汲营营于一些世俗杂事。目犍连尊者在佛陀的建议下，用脚指令整个讲堂发生了一场地震来警醒他们。途中是他的公公弥迦罗，那时候他的公公还是外道的信徒，对佛陀的僧团持排斥态度。当时他正在用精致容器吃一种蜂蜜米粥，见到一位比库前来托钵，却佯装不见。于是维沙卡对这位比库说：“我公公正在吃不干净的东西。”他的公公因此恼怒的要赶走他。后来众人都裁定是他的公公弥迦罗不对。弥迦罗于是又想挽留维沙卡，维沙卡提出要请佛陀到家中来供养座位留下的条件。佛陀前来应供说法的时候，他的公公躲在帘幕后面听，当场震得出果须陀喊，从此他说要敬维沙卡如同母亲一般。
077 The Buddha and Sumana, daughter of the wealthy man. 佛陀和长者之女苏玛纳。伊恩著，经典里有好多个同名的苏玛纳，这位应该是前高沙喇国王的女儿，现任巴谢纳的王的姐妹。她有一次带着500位侍女和500辆战车前来访问佛陀，求问佛陀，两位在信念、道德和智慧方面都相当的弟子，一个有布施，一个没布施，他们之间是否会有区别？佛陀回答说，他们无论身在天上或是人间，有布施者在寿命、外貌、荣耀、快乐和权力方面都要胜过无布施者，这种区别会一直持续到他们证悟阿拉罕果位止。 A332F 注释里说，他之所以会这么问，是因为他看到了王宫里二个婴儿的谈话，一个是王子，一个是宫女的儿子，二者的床铺高低豪华度都悬殊很大，但他们前世都同是比库，而王子记得自己的前世，知道另外一个婴儿之所以今生地位比他差，是因为没有听从自己的劝告，所以正在对另外一个婴儿说法。 AA2595F 这位苏玛纳的过去生曾经把乳周藏在茉莉花团中，放进当时的维巴西佛的钵盂里，用这种方式得到了那次供佛活动中守供者的荣耀和功德。他当时依此发愿，生生世世都身带茉莉花香，并且都叫苏玛纳茉莉花幸福者。他那生也很快得到果报，成为一名将军的妻子。苏玛纳事后，他祖母到过世之后，就和巴谢那帝王一起来见佛陀。在那次开示中，他证得阿拉罕果并且出家。他从前证得出果须陀罕时只有七岁。 Thick verses 16.078 Subhutiri and a young suitor。苏巴长老尼和一名年轻的追求者。伊恩著，经典里同样有好多位苏巴，这位应该是苏巴，即瓦康巴瓦尼卡。他属于王舍城一个有名的婆罗门家族成员，据说容貌非常娇美，所以被称为苏巴。巴利文意味静美。他看到了感官娱乐的过患，所以出家为比库尼。有一次他正要去午休的时候，一名浪荡公子看到了他，被他的美貌所折服，于是不停地追求他。他反复向对方宣讲爱欲的过患也不听，最后他问对方最喜欢他哪里，对方回答说最迷恋他美丽的眼睛，于是他毫不执着地把眼睛挖下来递给对方。浪荡公子被震慑住了，并且请求他的原谅。后来他去见佛陀，佛陀让他的眼睛复原，并且给了他一个禅修的业处，他依此精进修行，最后证得阿拉罕果。Thick VSS 366-399 Thick A245F 079 Venerable Nalakam Mahathira and Venerable Maniya。 可敬的那拉卡大长老和可敬的寂静行。伊恩著，那拉卡是当年佛陀刚出生时为他看相的那位阿斯陀仙人，也就是前面图里出现过的卡拉德维拉的外甥。阿斯陀为佛陀看相之后，知道自己等不到听佛陀说法，就让外甥赶紧出家，
等待佛陀，在佛陀证道并且第一次为五比库说法之后的七天，那拉卡就前来请教佛陀。这里英文标题可能有点问题，原文直译有寂静尊者的意思，因为当时那拉卡向佛陀请教的主题是寂静行的方法，这个行法原文是 Maniya 寂静 Patipat 行道。写英文标题的人可能把这个 Maniya 当作另一位尊者的名字了。看图中也只有佛陀和一位尊者在对话。那拉卡受教之后就回到他原来修行的地方，靠在一块金色的岩石上达七个月之久，以实践上述行法的最高形式，最终证的阿拉罕果。他对这种行法的追求可以追溯到过去是莲花圣佛的时期。 JI 55 SNA 2483 FF 080